你妈那病好点没？我妈走了。啊？啥时候的事儿啊？不就是我放出来那头两天的事儿吗？他们都说是我给气死的。哎呀，孩子，你别上火了啊！这回咱出来了，就好好做人哈、啊，哪跌倒哪爬起，知道不？咱们一定对得起你妈，对得起你家人，行吧？我跟您说，奶奶，嗯，我这次属于表现好，提前出来的，哎，脚下的泡啊，那是自个儿磨的，未来的路啊，我知道怎么走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奶奶就放心了。哎，你记住啊。以后这个家就是你的家，啥时候想来就啥时候来，啊！奶奶，你就是我的亲奶奶。快快快，走了，送快递去吧啊！哎呀，多好个孩子呀！哎，也可怜呐。不过呀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范奶奶，哎，范奶奶，哎呀，事儿啊，啊，随便坐，奶奶这头做饭呢，我得忙活。能借我颗白菜吗？啊？这孩子，那不搁这摆着吗？哪颗好拿哪颗。太好了，能借我根葱吗？啊，葱啊，给。太好了，能借我头蒜吗？你还要啥？花椒、大料、精盐、味素，再有半斤五花肉，那就更好了。你把这东西给我放下。不借不借呗，急啥呀？哎呀，哈哈，孩子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你看，奶奶刚炖了一锅五花肉白菜。谢谢奶奶，我这拿回去吃吧、哎。太好了。你爷呢？搁家养壳躺着呢。病了？没病，饿的，等着天上掉馅饼呢。快回去跟他一块吃吧。谢谢奶奶，谢谢奶奶。这叫调皮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妈，哎，妈，馅儿给买回来了。接着摘一个，给你尝一下。还我老姑娘心细不？哎呀妈呀，这是呢！昨天丢一次，给你找着又丢了。是啊，可能妈瘦了，手指头细了。你妈也不找找吧？这回找着，赶紧缠个绳啊！别这又丢了。掉哪儿了？做饭来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妈。哎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正好吃饭。等会儿，等会儿啊，先别急着吃饭啊。你知道刚才我下班的时候在小区看见谁了吗？谁？小六子。哎呀，我也看见他了，是吧？还帮咱家干活了呢。干啥了？啊，这不白菜帮我抱进来的。进咱们家没有？这不是抱进来，他能不进来吗？哎呀妈呀！啊，检查一下，看家里丢什么东西没有？丢了，咱妈那戒指丢了。你看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行行行行，别往人身上赖啊！人小六那孩子现在可好了。妈呀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他是因为啥进去的你忘了？那我知道。你怎么敢让他进咱们家呢？你说你啊，不是他吧，跟我说了啊，人家在那里头是表现特别好，提前放出来的呀。表现好，戒指咋没了呢？啊，刚才不就是他到咱家来了吗？不是，王小倩还来了呢。王小倩也来了啊？好你个王小倩，不对，据我对王小倩的了解、啊、我只要问她一个问题就能证明这戒指不是她拿的。怎么回事呢？怎么回事？因为王小倩根本就不知道金戒指这玩意儿还值钱。她也不傻。是她不傻呀？不傻，你咋不嫁给她呢？宽奶奶，宽奶奶，哎，再给我俩馒头。馒头啊？我看你长得像馒头。不是、啊、等一下，你过来王倩干啥呀？二姑父问你一个严肃的问题啊，你认真的考虑好了再回答啊。啊，假如马路上有一张十块钱还有一个金戒指，你捡哪个？我捡十块钱。不是他。你咋不捡的金戒指呢？捡那破玩意干啥呀？别人再以为是我偷的，再削我一顿，多冤啊。你看妈，你看真不是他偷。我就说嘛，肯定是小六子。二姑父，二姑父，咋回事啊？你我没看错，没谁了，好孩子 啊，小六子放出来了，知道不？我知道啊，送快递呢。哎呦妈呀，还敢让他送快递？送快递那是什么活啊？谁家有人，谁家没人，他全清楚。啊、小区都危险了啊！哎，你看放出来第一天啊，
把我妈这金戒指给偷了。啥呀？哎呦，我幸亏没捡那金戒指，要不是不是沾包了啊？你太聪明了，看见没？妈，你这样，你给我表演一下啊！刚才他是怎么搬的白菜？啊？怎么搬的？刚才吧，我手里拿一颗啊，这些都他一堆抱进来的。他抱的。然后他把这堆放下以后呢？啊、放下了。就把我这接过去了。哦，把这个接过来啊！等会儿，看见没有？啊！哎呀，这手法啊！哎，就这么一接，哎，金戒指给撸下来了。啊？就是他。不能吧？咋不能呢？还不能呢？范奶奶啊，咋进去你不知道啊？啊，破案了，就他了。来，给打电话。对，打电话，打电话。你别管嘛。喂，小六子，你在什么方位呢？对，问他在哪儿呢？没出小区呢。太好，让他来。太好了，来范奶奶家一趟吧，我有个快递。送啥呀？送馒头。从老范家送到老王家。你快点的吧，要不我爷爷抽抽了啊！马上就到。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他来了，你们谁不许吱声，啊、听我一个人的。啊，吱不吱声也是他。跟他是我奶奶，是他了。我来了。哟，二姑父，小倩儿，小米粒儿，小米粒儿怎么跟？哎呀，六子，哎哎，回来啦！奶奶，那个。奶奶其实也没啥事儿，哎，那个，哎，奶奶给你出道题呗，不，听好了啊，啊，假如马路上有10块钱，还有一个金戒指，你捡哪个？考我，我捡金戒指。哎呀妈呀，孙子，你哪能捡金戒指呢？你捡那10块钱，捡10块钱。奶奶，傻子才捡10块钱呢。说谁呢？哎呀，你敢听奶奶话？你别碰那金戒指，你就拿那10块钱。奶奶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其实应该两个一起捡。我打，我打你的。嘿嘿嘿。哎，你们把我打电话叫我来，就是跟我玩脑筋急转弯啊！你们也不想想我是干嘛的？我送快递的呀！我送快递，我天天干嘛？我天天我没事我骑个车我就光转弯了。你们还跟我玩这个，玩的够！这家给他狂的，孙子，算奶奶求你了，你千万别碰那戒指的，别碰！我还是回屋自个儿找找去。找啥呀，奶奶？我帮你找。你别帮着找了，越找越乱。你嘚瑟啥？你嘚瑟啥？你那馒头呢？你让我给送馒头。嘿，看馒头呢？什么馒头啊？二姑父，这馒头个儿挺大呀！我看见了，交给我。好。哎呀，二姑父，哎呀，六子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呀，六子，哎，你看你这出来了，也不跟姑父说一声呢。不是，没几天，姑父怎么也得请你吃顿饭呢。哎呀，你没听说啊？吃顿小烧烤，外加一罐加多宝。啥时候近几天就变成东北小烧烤配加多宝了？哎呀，下来了啊！哎呀，二姑父，你这真想我呀，都把我这手指头拽秃了皮了。没注意来，看你的，那个小六子。刚才范奶奶说这白菜呀、啊、得搬厨房去，你搬呢？哎呀哈，刚才我这腰啊抻了一下子，哈不下去，递我一下子，快递我！我凭什么我快递你啊？我，你不是快递吗？快递我，快递我，快点递，快点的。我快递我就快递你，我这啊对，快递我，对，快递我，对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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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。好像长死了。哎呀，真狠啊！这拽脱臼了。小米粒，啊，上，看我的。六子哥，那个，你可别这么叫，小姑咱差着辈儿呢。那杨过跟小龙女不也差着辈儿呢吗？那。
您说什么事儿吧，姑姑。月子哥，你手上戴的那个是啥呀？戒指啊。呀，你结婚了？你结婚怎么都不告诉姑姑一声啊？没有，这个不是我的。啊，不是你的呀？那你能不能借给姑姑看看？可以啊，就摘不下来，太紧，缠绳了。啊，还缠上绳了，缠挺紧呢。你给不给姑姑看？你不给姑姑看，姑姑生气了。给。哎呀，你来好好看看，啊，这个戒指，你眼熟不？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不就是我的吗？哎呀妈呀，这搁哪找着的？在六子手上找着的啊！哎呦，六子呀，奶奶可得谢谢你呀，这戒指奶奶就寻丢了呢，我到处找啊，谢谢啊！你说人家这孩子给找着了，怎么没了呢？奶奶，这戒指是我的。哎，你手法挺纯熟啊，你啊。真是我的孩子，这个戒指奶奶都戴了半辈子了，它怎么能是你的呢？它真的是我的。哎呀，孩子，这戒指是我的，那上那线儿是你的。这戒指和这线儿它都是我的，这是我妈给我的。这谎让你撒的头都破军了啊。六子，你跟我过来。坐下。六子，为了这么一个戒指，你怎么能拿你妈当挡箭牌呢？啊，你说你妈把你养这么大，她容易吗？现在她走了，你可不能因为她往你妈身上泼脏水呀！啊，你说说，你妈怎么能养活你这么个儿子呢？啊，哎呀。奶奶，你是不是丢了个戒指啊？哎呦，哎呦，这你演的不错呀，你演的。接着演啊，接着演。奶奶，你说这个戒指是你的，它就是你的。我送快递去了。哎呀妈呀，他整的还挺理直气壮的。我就说他改不了，这还改得了？告诉你们两个。以后别戴着有色眼镜看我。他刚才说什么？他说别戴有色眼镜看他。他怎么知道咱俩要戴眼镜呢？是呢。行了，你俩可别闹了。范奶奶，俺俩没闹，破案没？今儿找着没？今儿找着没？找着了。哎，钱儿，啊，钱儿，行吧，不敢吧，这要气费呀、啊！我这体格也飞不起来呀，往哪飞去？你说你还能不能干点事儿了？我叫你借两个馒头，你借这么长时间，那一锅菜都叫我吃了，你想齁死我是不是？借啥馒头？我搁这破案呢！哎妈，你的胸前还破案？你破案员还要警察干嘛？你滚一边去吧你！你整破案呢？王叔来了，来了。咋的呀？撑着了，跑这儿来了。多在家啊？啊。哎呀，老米呀、啊。啊。现在你这个做饭的技术是越来越高了，我。啊，你说这个肉是越来越少了，佐料就是越来越多了。这话说的，啊、佐料多它不香吗？好吃。啊、是。佐料多是香啊，但是你不能软的硬的一块往里搁吧？如果吃着吃，就听嘎嘣一声，妈呀，把牙割掉一个。我拿出来一看，是个金戒指。啊，金戒指啊！啊，你的，你看，是我，我认的。哎呦我，你什么你呀？你，当年恁家老范托我找百货公司的熟人给买的，对不对？就这个。是。我跟你们说，孩子们。
那会儿那个戒指和现在可不一样，啊、现在这个戒指你看花样那么多啊啊都不一样啊。那会儿那个戒指都是这一个模子卡下来的，一模一样，谁买都是在大街上戴戒指都这一样、啊，是你的吧？是，拿去。哎，以后求婚呢、啊、就明目张胆的来，别往菜里搁，对不对？走，爷，啊，走，你干啥去？我看牙去，我干什么去？这个牙都割掉了，你干什么？倒霉孩子！哎呀，孩子，闹了半天，我这戒指是掉汤锅里了，你看看。我看看，你看看。哎呦，这俩还真是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的呀。就缠绳了。嗯。妈，我不是说你的啊，你要是也缠个绳，不就掉不了锅里了吗？就是妈、啊，不是我们说你，是你说那戒指早点缠个绳，你能冤枉你六子吗？范奶奶。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要缠个绳，别说掉了，撸都撸不下来。就怨你妈，你说这事儿，人家六子人家放出来了，你说你这……哎呀，行了，你说你们几个孩子，不是我说你们，刚才你们把六子给冤枉啥样啊？你们呐，我就怨你。哎呀，啥玩意儿你二什么？不不，妈，你放心吧，啊、这事交给我啊。行啊，行，快点往家，给六子打电话，让人来一趟啊。二姑，你放心吧。交给我，哎呀，太像了这。喂，小六子，你来一趟啊？来了，姑父，他让我滚犊子。能干啥你？我给他打。喂，哎，六子吗？我是你二姑父。对，你到我们家来一趟，我有个快递，麻烦你一下啊。哎，他不来。哎呀，六子，我是奶奶、啊，你快过来一趟吧，奶奶真有事求你啊。哎，行，快过来，你可好好跟人解释啊！你放心吧啊！哎，你放心，给人孩子冤枉坏了，没事，不要紧啊。奶奶，我来了。六子，那个我们家有个快递，麻烦您给送一下。寄什么呀？就这个戒指。寄给谁啊？寄给你。对不起、啊，对不起。六子哥。